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嘉明，今天我们来拍 Hungry Sam Evolution， 来，快点，我们就来看这个下。哎，可以玩，来 ，Play， 来，快点啊！我这个是更新好了，最新了，更新了。来了，我这个鲨鱼是最厉害的了，这个每次都是咬我，现在到我咬它，咬啊，哎，对啊，就是这个，呀，快，去哪里？嘟嘟嘟，哎呀，卡住。哇，这边，哦，擦，哎，干嘛？这，卡住啊，每次，我的耳机挡到啊。咬啊！速度最快最好玩的了，如果你的速度很快，你就可以咬到很多。很多的鱼，金鳄，只要是金色的鱼都是好东西。哦，人，哇，还有人在这边。Yes, level up， 不要咬我了，哎，咬差一点。咬你就有了。飞鱼，这是飞鱼。嘟嘟嘟，飞鱼这个。哦哟，咬我啊！我这边是比你大。哎呦，宝马，还有炸弹，我忘记这个还有炸弹这边。哦，干嘛？我去哪里？吓死人了！先走，拜拜。心脏，你看心脏的声音。你走啊！吓死人了！喂，怎么有这样潜水艇啊？我看过这个潜水艇，但是我没有在这个地方看过。它真正不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潜水艇。加快速度，没有人。在这边我最怕潜水艇，什么都不怕了。来了，他来了，快捉啊！哦，吃鲨鱼来保命，我们玩到死掉为止。哎，吉达，有没有路走啊？这边，惨了，还要回去呀、啊，回去遇到飞船呀。哎呦，这个鲨鱼每天咬我！哦，又长大一个！
每天咬我，哎呦，害我死的下。我下面就比较没有事。我们去离开呀，离开呀！为什么下面还有人？耶！哦，那什么呀？哎，不咯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的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。还有一件事啊。还有一件事就是，那就这样了，再见，拜。